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压轴节目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那儿有四只羊，三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他们要演出的节目就叫扭羊歌，掌声欢迎他们。跳最好的，对，我是灵活的小胖子。我花了很多时间，尤其你最后压他那一下最漂亮了。你们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节目呢？我们都是最年轻的四个 boss 嘛。对，我是最老的，而且我们共同的一个是金融，第二个事情我们都是准九零后。来报一下你们的年龄。一个80后带着三个90后，25。我86的。我应该是17吧。哦，你呢？他们差不多。原来何一是年纪大一点，看起来都像40多的人啊。罗敏，你都33了，您能不装吗？我是一只，你看，我是一只性格很分明的羊。申磊这么久没来，去干嘛去了？最近做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去修行了，闭关了。你？怎么也轮不到你闭关了。今年羊年的时候能够变成一匹狼，能够多抓一点羊。这，狼也好，羊也好，就怕狼不是狼，羊不是羊，那就完了啊！来，掌声欢送他们。